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龙，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我们这一期的今天是主要带我的好朋友上练三头肌，接着我们上一期的那个如何训练带新手训练二头肌，这一次我们如何带新手训练三头肌。So I think the misconception for most, I guess, newbies is that you always want to focus on bicep curls and just do arm day all day. But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your triceps are the biggest part of your arm. So last time we did biceps, this time we're going to hit triceps.刚才我们轻重量热身完了以后，我们现在要开始做我们的第一个动作，就是一个站姿的绳索下压。两臂夹紧，我有直转的往前仰，我有直转的还是往前点，可以往前轻一点，有了停顿，对。上去的时候不要抬太高，这个要始终保持我们肌肉紧张。15次，是吧？对，一般8到15次，8到15次，对。我们第二个动作就是一个绳索的下压，也是练我们三头肌，主要是针对我们三头肌的一个外侧训练。外出俯身，对，你要有停顿，你不能这样直接就是这样下来，上下，对对，两臂夹紧了以后，对，到底下的时候，手腕，你的手腕自动的，对，自动就这样劈开。有这个地方就有感觉，手腕下压，对，得劲点，对，这个动作手臂上去的时候不用抬太高， OK， 到这里始终保持紧张，
手腕下压往外转，我手腕下压时候甚至费劲多了，以前觉得轻松，现在就是难度特别高。这地方有感觉，嗯，对，这才有感觉。手腕下压，对，你要尽量，你感觉要把这个绳子往外撇开。啊，太惨了，太累了。啊，我们第三个动作做一个非常熟悉的动作，也是最基础的一个动作，就是它可以发展整个三头肌，对三头肌的维度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个动作。它这个我们利用躯干做一个仰卧的平板臂屈伸。三头好大，像石头。我中间做过这个动作吗？做过的，好点。肩膀沉下去，两臂夹紧。两臂夹紧，对，我们的大臂稍微要往后仰一点，对，非常好，顶峰的时候收缩。我们刚开始新手训练这个动作，我建议大家不要用太大的重量，可以防止受伤，因为你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，如果做得很重的情况下，我们的手肘特别容易受伤，一旦手肘受伤了以后就会很多训练你做不了，比如说上半身的训练你几乎都做不了。太惨了。 This way I cannot do too heavy。我们做这个动作，我们可以在平板上面做，我们也可以在把这个平板调成上斜的角度，也可以做。在每次训练，我们要变换不同的角度。好了，下面我们来到我们第四个动作。我们第四个动作是在一个器械上面，这个器械很多健身房都有，然后也比较安全，然后这个对你的三头肌训练也非常的有帮助。然后呢，这个一开始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身高，然后调整好你的座椅。对，然后收缩到一到两秒，慢慢的回放。然后我的建议就是这个动作每组8到12次。非常好。教的特别好，那我们非常累。我们第五个动作是要做了一个
之前像第一个动作做的是正手的一个直臂下压，现在我们做反手的直臂下压。反手这个动作主要是对我们的三头肌的内侧头比较好。你要注意停顿，对，手也不要抬太高。如果你抬太高的话，很容易放松，就肌肉很容易放松。你要全程的去保持你的肌肉的紧张。接下来我们第六个动作做的是一个，也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动作，对我们的三头肌的力量还有维度发展比较好。它的名字就是叫做坐姿哑铃颈后臂屈伸。我整50磅，他比我2倍多，120磅，吓人呢。今天我们的结束动作是双杠臂屈伸，这个动作我之所以给它放在最后一个动作练，就是想让大家找到更多的共感。